破盏纸，清空线，一起初见时间，弹指间一万年，他们不负当年。整年少，当自强，奇怪都是演练，斗罗大陆展开新篇章。天空中遨游的神龙，悄然睁开了眼眸，毁灭之源的尽头，那便是无尽希望。从来不是自己一人守护着一片领土，美丽不代表着脆弱，柔情似水会梦想。三声叮轰鸣当，叫嚣玲珑坚强，凝眸仙冰之眼，修罗之痛涌现。黄宁殿吹号烟，龙蝶霓裳耀眼，绝世唐门一宿梦一场。一天都守我日月在星辰，飘渺真言，回忆起泪水连连，随着时间繁华迷眼，我未曾多加迷恋，因为尘世有你相伴，只想大声的宣言，唐门永远流传。冷静一点，你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打起精神来给我们护法，我来给他疗伤。他现在失血太多，这些金属碎片还不能拔出来，必须先止血。血止住了，呼吸也平稳了，太好了。体温这么低是因为失血过多吗？胡宇浩，你一定要给我醒过来。原来是这样，辛苦你们了。
不过这些碎片要怎么办啊？之前你失血过多，所以没敢动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一点点来。当然，我没问题。从边缘的小碎片开始，我拔出来一个，你就用魂力修复一个伤口，知道吗？那我开始了，可能会有点久，你撑不住了，我们就休息。没事，来吧。就剩最后一块了，这块是最大的，等你休息一下，准备好了我们再继续。不用，直接拔吧，省得我惦记。好，这块扎得非常深，拔的时候一定会很疼，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其他的东西。来，咬住我的手臂。好吧。你要忍住。终于搞定了。糟糕，真的咬了一口。我以为我能撑住的，谢谢了。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因为银月狼王魂力提升了不少，暗金恐爪也长到了6米多，魂宗阶段很多魂技都解锁了，结合浩东之力肯定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力量。也不知道王东现在怎么样了。怎么，想回史莱克了？有点想我的伙伴了。女生吗？行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好饿啊，宇浩，临走之前再做一顿饭给我们吃吧。好啊。一点碎片都没剩下，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全地形探测魂导器有多珍贵？如果不是因为很多核心法阵出自我手，你以为学院会拿出一台给你们测试吗？你们确定一点核心法阵都没有留在外面？没，老师，已经碎得不能再碎了。那个大坑估计现在还在呢。轩老师，这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在绝望的时候串联了核心法阵，也不会发生大爆炸。你要是惩罚，就惩罚我吧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三个别在这里一唱一和的了，都滚去洗干净，换身衣服。轩老师最好了。喂，快别闹了。轩老师对我们真的好好。怎么说？他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准备自己扛下这事了。不然我为什么要奖他一个香吻啊？那是奖励吗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何菜头考进了明德堂，跟一个来自史莱克的叫番禺的老师一起学习，晚上啊就留在那里修炼。好棒啊，我才刚确定了魂导研究的方向，师兄就已经踏进另一个门槛了，看来我也要抓紧修炼了。宇浩，如果我说我们学院可以为你付出比史莱克更多的东西，你愿意留在这里吗？橘子学姐，以后请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，我并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。宇浩，我发现我越来越不想和你在战场上相遇了。你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加入到战争中去吗？战争和性别没有关系，敌人不会因为我是女人就对我手下留情，为父母报仇是我活下去的动力。你的生命里只有仇恨吗？没错，如果没有仇恨，我根本活不到今天。好吧，我改变不了你的想法，也没有资格去改变，因为我也有我的仇恨。如果我们真的在战场上相遇，我会饶你三次不死的。你怎么知道不是我饶你不死？我想不会有这一天的。